三年前有一位老人家因为土地问题而被误杀，警方喺千方百计之下，终于拉到幕后手老。但系收到消息，有惩教署人员包庇佢，我哋申请提早假释。我哋需要更确实嘅证据。从来都冇纪律部队嘅同事以囚犯嘅身份去监狱办案。尊严喺呢度系咪咁笨？呢度规矩最紧要系听话。我谂你咪贪污啦，新太嘅，六叔，你几多变？ 人事我啊！我自尊嚟出卖我，快出嚟帮衬！我哋已有晒你行贿监督嘅证据。